好，艺人杨丞琳到了东京参加联合演唱会，第一次在日本登台。杨丞琳穿着是造型特别的白色蓬裙亮相，而且她把歌词翻译成了日本版本，让歌迷印象很深刻。杨丞琳她也当场宣布了，在明年年初她即将要发行日文唱片，正式的准备在日本出道。带我走到遥远的以后。设计的白色蓬蓬裙，杨丞琳第一次在日本登台演唱，还要把歌词改成日文版本，让日本歌迷印象深刻。Big news あります。来年日本で CD デビューすることになりました。大声宣布明年初即将发行个人日文专辑，预告将在日本正式出道。杨丞琳用努力练习的日文向台下观众问好，歌迷热情回应，拼命鼓掌。同台演出的香港歌手陈奕迅也带着得意作品抢攻日本市场。香港歌手同台演出的亚洲流行音乐会，今年受邀参加的还有台湾的五虎将、韩国爆红组合超新星和韩国的情歌王子，联合演唱会要让歌迷一次听得够。中央新闻刘凤仪，我们一起日本东京采访报道。